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到嚟 Pokemon 嘅旧日录宝石四，依家咧继续打第五道馆，就系呢个千里嘅普通嘅道馆啦。咁啊，上次讲到咧就系打呢个 Mega 嘅代龙啦，因为代龙太难打，所以咧都需要一啲时间去了解一下应该点样打法啦，同埋就系应该点样做会比较易啲过到啦。其实临琴上一集咧，其实都算系争少少过到，但系都系可惜咧，就系、是。有啲位置就失誤咗啦，OK。咁我記憶翻先，第一隻係大王炎嚟嘅，好。咁啊，呢個用滾動啦，直接滾動。哇！佢第一下已經唔中咯，各位。佢第一下已經唔中啦，唔緊要啊。睇下先，我哋用只冇一應打先，先打埋呢邊啊。可能打埋呢邊有機會贏到嘅，唔出奇嘅呢啲有。放班，石原子进化，力量宝石呢都有啲用啊！我相信，咁唔要呢招啦。啊，其实唔应该唔要招撞击喎，仲要招撞击有咩用？好啦，已经冇晒啦，但系睇下仲有冇其他地方可以行先。真系冇晒，防御房间喺嗰款真系冇晒咯。OK， 咁好啦。我出去回去之后再打，好似冇乜分别喎。有冇升到力啊？有，嗰只地蔓岩进咗，本身石丸子进咗地蔓岩。好啦，我嚟睇下有冇机会赢到啦。滚动岩啦，照旧，滚动岩摆喺头，滚动，佢已经打唔足啦。第二下可唔可以中咗佢啊？90命中，起码你都中两下，你唔中咁多，你都中两下俾我睇先得噶。直冲红，我哋直接用近身拳击，靓波，梭拉 B 唔要，请假王喺呢度直接换只鲤鱼王出嚟啦，吊球，跟住换地蔓岩，放掉泥啦，再放掉泥，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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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泥，玩完啦你 ，OK， 力量宝石，有20把慢慢中 ，OK， 佢打到我啦，呢度咧就用武黑鹰嘅。近身拳击啦，要再用电光石火搏命咯、啊。呢啲其实都劲嘅，但系搏命唔划算啦、啊，因为佢嘅血量唔系高啦，所以用搏命就冇乜觉，我觉得冇乜特别劲、啊，所以唔用搏命。呢度其实佢扣咗弓，而佢呢一度会用嘅岩石技，所以我哋就要走一走，走唔走好咧？唔紧要啊，我哋呢度用近身拳击打，或者用慢降啊，用慢降啊。佢应该系石技嚟嘅，又系啦。我玩完即刻死咗，有冇机咧？哇，有马鼻，即刻避晒、啊，大佬啊！我话再嚟啦，呢度用滚动啦，照旧。哎，打唔死啊，冇办法。好，近身拳击。哇！神速喎、啊，有咁恶嘅咩？呢度用地蔓啦，啊唔系，用鲤鱼王，之后再转地蔓啦，之后掉嚟，起码掉三下先啦呢度。齐啦，六技，六招技齐技啦，我用力量宝石屈佢机啦可以。好，呢度用武黑鹰嘅近身拳击，再用点样石火？哇！打唔中，咁都打唔死先啱啊！呢度唔好用搏命啦，其实都几危险，大佬。打唔中，有冇机会？有冇机？顶又系咁，佢真系好黑仔喎，唔系讲笑，真系黑得好紧。有机喎，啱啱岩崩惊啊，黐线，唉，死出去算啦，唉。低能嘅真系，有冇黑成咁啊？我都系觉得好黑仔喎，唔系一般嘅黑喎。你上集已经系咁啦，今集更加系咁，唔系应该可以打死佢嘅咩？正常我可以打赢噶咯，老实讲都冇可能输啊。跟住用地蔓岩放泥，起码放六下啦，呢度唔使问。跟住用力量宝石屈机开始，佢仲要未打死我添，未打到我冇血。挣扎咯，条友已经，咦？佢挣扎，我会扣血噶呢度。
不是很划算老實說。欸啊剛剛他我沒有計到他什麼這裡半奇異花。岩崩、哦、這裡用催粉。死了啦已經。這裡用猛鋼。但又是動彈不得有沒有可能。哎又揸下。黐線啊。得返1300冇曬錢。應該要買啲藥先成日忘記咗。唉好黑仔。是無比咁黑仔價值。跟拳。已經快過隻咩啦我已經。岩崩啊岩崩要囉一係。岩崩要啊。呢度換鯉魚王。之後用地萬岩嘅吊禮。哇咁快手唔係話咁快咩老友。嘩中晒。冇好講啦中晒。嗰啲咩命中完全對佢冇效喎。唔得啦得咁少血神速都死啦。真係好誇喎即係黑得好誇張喎。岩崩。哎掉咗啲力量寶石唔緊要啊。反正力量寶石冇乜特別作用我覺得。欸搞掂。岩崩可以用好跟住呢个冇黑鹰嘅隔身弱机啦再隔身弱机远死咗好难打啊我拎只虫出嚟用黐线嘅真係啊拎只次次比加超出嚟用真係唔係好对路喎、啊、大佬啊有啲奇怪啊！呢度再嚟个爆弯波唔得，佢一定要用硬撑或者咩，咁都好啲。次次俾阿超胜利，人身拳击，哇、哦！其实顶你唔死，哎，哎，用错技。哇！呢度用武威英嘅电光石火啦，直冲红，用错技，啊！用错晒啲技。但唔緊要啊，再試下啦，試下打得唔得啦呢度，有機嘅都其實老實講都。跟住我呢度用地猛岩嘅掉嚟啦，好 OK OK， 掉咗六下啦，咁你受死啊請教王你，冇黑鷹嘅近身拳擊，哦好噃，好啦呢度就用比加超啦，鬼計河咯冇所謂，唔要完美巴，跟住換比加超出嚟。麻痹150麻痹唔到啊呢度睡一睡睡睡到唉终于睡到啦猛哥唉终于赢啦终于赢啦各位黐筋嘅呢一个真係嗱嗱到咬呢千里唉係难打在我自己并唔係佢难打係我难打是我太黑仔的关系所以令到整个道馆难打了、啊、真心觉得唉终于过到了非常之好啊那我就不可以不用再打什么千里劲难打大佬真的不是讲笑好然后将鲤鱼王进化我就可以学游水了我看先鲤鱼王进化好有没有技的有啊有技得啦跳躍24呢打5呢重啊好定啦 OK 好啦就係得啦就係進化可以打棒啊進啦揸下進化終於進化咬住跟住順便學埋招水技先啦依家學咗先啦，費事煩。用嚟游一游水先啊，做一做個交通蟲先。都第一隻打呢個嘅，好。OK， 過啦。水母，好。可唔可以直接打埋雷嗰邊嘅雷嗰邊嘅發電廠啊？因為雷嗰邊發電廠咧都要解埋。哇，雷超。
好啦，好呢度应该打咗咯。诶，呢度精灵球有冇得攞？冇斩树，费事河，等等河，唔攞住。好，呢啲可以走啦。哇，四个威吓，我见到四应该系咩啊？唔系，系两个威吓，跟住威吓咗佢哋，总共四次，系几夸啊？要攞锁匙先，滴珠。好，先攞个锁匙先，地下锁匙系咪已经有神兽捉啦？呢度我记得以往好似呢啲位置有神兽捉嘅，已经齿轮仔呢、這个系咪要揿啊？好似要揿，我记得揿咗先。呢度唔应该用，顶我啱先讲完，我都未讲完，应该系话呢度应该要用嘅系岩石虫而唔系水虫。岩石或者地虫，哇自爆啦！呢个咪好选择咯，就系、是、佢一自爆啊，即刻冇事啦。好，最佳自爆盾啊！呢、這个系小奇怪高级球，呢度有一只系雷电球，我记得系啦。解麻药，哎顶呢度要揿掣，食屎。3D 龙啊，竟然有 3D 龙，算系几？真系几劲啊！哦，咦唔系喎，佢冇神兽喎呢个位都。好，插上开关，喂右手边摸落去，雷电兽，雷电兽应该属于劲啊。齿轮，哇！跟住你又可以出翻去啊呢个位，啊呢个位出去，系踩掣。呢度踩掣系最麻烦嘅地方嚟嘅。哎，竟然系呢只小圆石。哎，嗰边有石喎。mega 石。你行一下又，咦有喎、啊，隔篱有雷公喎、啊，见到。我见到隔篱有雷公、啊。顶。点踩啊呢个？踩下呢个，跟住踩呢个。我唔识踩喎，唉唔紧要啦，我哋唔好盖住，我自己翻去算啦。难得行过去，唔识行过去，仲要系咁撞怪添，见到啲系咁撞怪嘅画面咧，我觉得好嬲。我删咗啦，俾神马福特我啦，福特替换啊俾。诶，长翅鸥，长翅鸥啊，读个金鱼。我大唔。mega 手環，其實呢一度都開始見到佢啲字咧，一啲對白開始有唔同，因為我見到佢有麥丹，見到佢有麥丹先生，所以能夠相信係唔同啦。哇，旋風刀喎，會有人用旋風刀呢招技能，都幾出奇嘅。其實老實講，唉，我哋照用武黑武黑鷹去打，武黑鷹去打無敵啦，大佬啊！咦，點解會有啲唔同個樣？全部海鸥入边，我记得好似入唔到去嘅，入到啦，点解咁慢嘅、啊、突然之间？系咯，我冇加速嘅时候，点解可以咁慢、啊？突然之间，唔知发生咩事。我唔紧要啦，加速就 OK。大爆炸喎、啊，冇喺河大爆炸，唔好。虽然大爆炸呢啲对于我嚟讲嘅岩石嘅岩石虫，我觉得必备。大生拳击。双打呢度用一只用了猛攻，一个用滚动，搞掂冰牙学咗先啦，唔好理啦，因为啲技太渣啊，李元龙啲技，睇下睇下，几慢，发生咩事系？你睇下佢慢得紧要咯，真系好咩话？瞓个觉先喺度。应该可以一踢过啦呢、這个系嘛？哇咁鬼劲咧，爆拉49咧，虽然我59啊，但我都系觉得佢好劲呢 level。毒牙，哦好在呢度有得回血啫，如果唔系真系大镬呢度。顶唔想行一过，打死只，打下呢只鲈鱼先，唔可以俾佢留喺度只鲈鱼。打你，跟住单打系嘛，全部打单打，唔好烦。
巨剑螳螂啊，巨剑蟹，近身攻击，近身攻击，搞掂，直接开波啦呢度，但系赢到啦系嘛呢只。我顶咧，不过我都赢嘅，应该系嘛，搞掂啦，滚动岩都赢到佢，漂浮泡泡，而家开始纯翻，头先好鬼窒，唔知咩事，好啦，漂浮泡泡都可以掉低啦，好，之后可以打埋劲敌，劲敌应该唔会好难打，我相信，系啦，佢个劲敌都冇乜点改，佢应该可能净系改咗最后嗰关啫。我已经60level，佢得个40几咧，争好远。黐线喺度用了猛攻，水流未照河啦。因为太高咧，特级压制，所以基本上唔使点睇，冇乜点睇佢个咩啊？佢个技能啊。蚁唐草，我记得之前有捉嘅蚁唐草。我话你有草系飞行系道馆，非常快啊嗰、那个进度。应该好快就可以打大家想睇嘅嘢，我相信大家想睇嘅嘢都系不外乎咧一啲难打嘅关卡啦，同埋就系新嘅剧情啦。咁我自己都系想睇新嘅剧情。嚟啦，变色龙，德文观察镜，好啦。之后我就可以打飞行系道馆啦。咁但系今次一集唔打飞行道馆住，下一集再打嘅。自由落体啲劲嗰啲技能其实。打埋呢个先，可能因为咧我学习装置咧可以学晒呢一个成队啊，成队分成经验啊，所以咧嗰、那个 level 咧差距就好大咯，同原本嘅哇雷超隐形岩照学咗先啦，唔好谂啦，唔要头锤啦，头锤都冇乜用噶咯，我谂佢学头锤都冇乜用，你睇下大家几慢呢个位，好似慢动作咁啊，好。今集時間嚟呢度先啦，呢、這個舊老石。咁下集翻到嚟就打呢個飛人系道館啦。咁啊，依家嘅進度其實都算係正常至快嘅速度啦。希望就兩集就搞掂曬四天王啦，係啦，即係下兩集係啦。如果下兩集可以搞掂曬四天王啲嘢咧，咁啊 very good 啦。然之後就開始打二周目嗰啲黐線劇情啊，比較難嘅劇情啦、啊。咁啊，俾大家睇到一啲新嘅嘢啦。好，咁我哋下集再翻嚟玩呢個《巨龍寶石四》啦。咁啊，中意嘅記得俾個 like 啦，同埋未訂嘅話記得幫我撳個訂住。我哋下次再見，拜拜。